法了，那你要百千万遍的去重复重复重复，那我是不是一直在一个大悲菩提心？我是不是真实要去推广菩提心啊？不要让我们的心在分别贪嗔痴。所以我看过很多人一开始好像有发菩提心，后来呢执着了儿子啊，执着了某一个事情啊，他马上就这个一点点菩提心又被烧掉了。所以各位，就算你有儿子，你有事业要照顾，你也要强迫自己练习用菩提心去照顾你儿子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世俗的心态永远不超过佛心的照顾，佛心的功德一定包含了世俗的爱，那世俗的爱不包含佛心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用菩提心去做每一件事情？所以那我们一定要去思维怎么发菩提心。所以听闻这个菩提心的教法，这个法师就是因为有菩提心，所以我们才亲近他。那所以他讲的都是实践菩提心的方法，所以我们要一次两次用生命去实践啊。所以想法变自己的这个思维有点分别，念就是进入你的心了，刚才还将一根插在你脑袋来的，保持正念了，保持正念以后表现出来一定是一个菩萨行。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虽然他发起菩提心，但是他怎么去实践菩萨行他不知道，所以这些善知识告诉他怎么去实践菩提心。第三，那懂得菩提心的人，或是你懂得这个离苦得乐的方法的人，如果你不认真，也没有那个悲心，善巧方便跟人家说，那你也发不起菩提心。所以第三，如所闻法为人演说，各位爱很欢喜，讲到让人流嘴暖，好不好？哦，那东西很好吃，哦，这个佛法很好，怎么好啊？你要好好跟他讲啊，那你要很认真去说。但是各位记住啊，很多人说啊，师父我不是出家人，我不谈敢供，你这样供你就没有发菩提心，不了解菩提心是什么。像各位今天我们来讨论佛法，晚上回去家里要不要跟你家里说？你想办法要说啊，他不听你也要说。像我在家一样，我懂了一点点佛法，我回家就跟我太太说，吃饭跟我爸爸妈妈说，儿子呢他躺在床上，我讲到他眼睛越瞪越大啊，他喜欢听。然后呢我去上班，我要跟公司的人说，我请朋友吃饭要说啊，后来我主动要去带团，我要跟每个人说。虽然我懂了不多，但是地藏经呢最相应于菩提心吧啊。那你还一定还得敢供，如所闻法为人演说。老实说，像今天法会我很希望说啊，早起来了开始供供啊，暗时还是供嘛，是在供福报嘛，修代志买了弄来玩玩，大家觉得有意思啊。但是我很希望能够多一点点机会来大家讨论佛法，引起大家对真实佛法的关心吧啊。第四，以此说法功德回向无上正真之道。所以我们说法不是抬高自己的地位，说我考宰后说我佛经拜了很多，不能有这个想法。我们了解了菩提心，所以各位简单的说，这里面分析四条，你去接近一个发菩提心法师啊，你要好好将他说的话好好去思维实践，然后真打拼跟人说啊，知道所有的功德呢都要回向众生成佛，都要回向有佛的智慧帮助众生，以此说法功德无所求的啊。千万不要说哦，我今天讲经说法讲来讲去就希望大家又布施钱给我，然后我们要盖我们的寺庙。有时候我觉得为了菩提心不要有我的寺庙，别人开要紧，来把人开要紧，哎，把人开要紧，有钱金兴奋帮助把人较好了啊。所以帮人造佛像造佛塔，帮助他们照顾老人病人，好，所以各位要背哦，四条。我现在讲的比较久，皈佛哪四条，皈法哪四条，那你至少要背个108遍，好不好？那成为你连吃饭都想到这个，连吃饭都想到这个，慢慢慢慢你就入法啊。第八，长者在家菩萨成就四法皈依于身。一，若有未定入声闻圣，劝令发于一切智心。二，若以财色，若以法色。三，依于不退菩萨之身，不依声闻身。四，
求声闻得，心不住中。好，我们发起菩提心，亲近善知识，到处去推广菩提心法。那怎么样才是真正皈依僧呢？菩萨不是为自己了，菩萨是为众生。这里面写的，若有未定，这个修行人，那是这个在家人，他有心要修行，但是他修行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解脱。有的人丢感情，很艰苦啊，师父，我要跟我念阿弥陀佛，我看他脱离轮回，这个叫声闻称，这样。因为他虽然念阿弥陀佛，但是他不是发起大乘的心态，他是为了自己较未破病，自己有法度赶紧脱离，卖个做人，这样来念佛呢，如念的较无遐上瘾，搞不好念啊动袂掉，那念安怎念安怎疼安尼啦？因为你无法可菩提心，佛力加持无够，你无法去菩提心业障未消除，你赶快咧疼，你就会退转。所以你都爱甲劝，这种人，伊虽然已经出家啊，有些是伊咧修行，但是伊还袂真正发起菩提心。啊！你都要改教，你要改引导，改改水，令发于一切自心，一切自就是佛的圆满，普度众生的智慧。佛是大智慧者，所以要追求成佛的帮助众生的智慧能力的心态，要发这个心来学佛。所以话，在给人皈依僧，就是要这样努力去众生，那何况出家人呢？这个叫皈依僧。所谓僧是什么？来行动。身就代表你要去作业了，真实要去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你真实要去普度众生，进入这个菩提心的行为叫皈依僧所以法是慈悲，佛是你的自性，自性本来就是佛。那我们了解了原来慈悲才可以达到自性，那僧前呢就代表一种实际的行动，实际对待众生的方法。所以你就要去劝特别那些有福报接触佛法的人，所以各位不要舍弃泰国，不要舍弃缅甸不要舍弃斯里兰卡。他们特别缅甸有650,000出家人，泰国有这么多出家人，特别泰国的出家人应该讲比缅甸多。为什么？男众，他们是男众。缅甸虽然号称650,000，那泰国有400,000，400,000都是男众泰国女众不算出家人这是比较可惜的。所以我也有在帮他们来台湾受戒的来台湾受戒，但是你不见得受完戒要回泰国，因为你回泰国呢，那如果你说你去受了比丘尼戒，这是违背泰国传统的修行，你不需要让别人烦恼了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甚至你用菩提心做事，穿个白衣，泰国的女性出家人叫白衣，李光头那穿白色的，那你用菩提心做事，你也不要在乎那是黄色不黄色了。你呢？在泰国里面用泰国人穿个袈裟、比丘的袈裟赶来赶去，你有一台 BQ 就烦恼啊！你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不行的，泰国没有这个先例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，不要重视衣服，心态最重要发以真实发起这个成佛度众生的心。那怎么样帮助他们呢？你也是，若以财色，若以法色。那修身你要用厚薄用吉。老实说，我们一直护持色拉切，我对色拉切最大的祈愿是希望色拉切有3000多个菩提心，好不好读格西是为了菩提心，而不是一种学术那样。既然从小喇嘛一直培养，所以我跟主任说，主任，有菩提心的人就可以教化有菩提心的小孩子我们现在只能出钱，但是学生你们一定要用真正的爱心悲心去感化他们，让他们从爱心悲心看到了自己生命的依靠，而不是爸爸妈妈，不是电动玩具，不是长大以后的男人女人爱情，而是菩提心所以这一点是我要强调再强调了。有了福报那更要有一个菩提心，让小孩子、让家长、让社会感受到。那这个菩提心，你就不能说不关心印度人，不关心穷人你对谁都要关心，在救那个环境。所以我今天有跟这个主任说他们有一块地，他说问我们要不要盖，我说我会，我们要盖一个生命坛城，里面呢就一直演这些菩提心的这些影片或什么
让小朋友来参观，来，这个冰淇淋，菩提心冰淇淋，啊，就是要用财色，你要先给他快乐，再以法色，那样，因为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，劝他们真实发菩提心，特别他们从小就出家，要读30年呢，哇，这个如果一离开菩提心，那就浪费了。所以首先要用金钱来用世间的福报来摄取它，再来呢，这个法就是菩提心。如果你没有真实的菩提心啊，真实的大悲心，那就算你讲了菩提心的经典，就算你讲地藏经，那你也感受不了菩提心是什么。所以我想心态很重要啊。我点了比喻说，这个翁很爱你的，你可以感受到你的先生对你很爱很照顾，你跟他想就欢喜啊，对不对？讲什么也蛮欢喜，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嘛。所以达摩祖师为什么叫以心传心，不想要立文字，立文字有时候末法时期这些文字也会造成别人有分别心，反而不容易看到心跟心之间。所以真正要修菩提心呢，特别修金刚乘，各位一定要依止上师，因为你没办法从像我们唐密所有的仪轨都在啊，各位现在大藏经五细本是密教圆满的仪轨都在里面，但是呢已经没有人在修啊，所以人家说没有传承，并不是没有仪轨，仪轨都存在，有出家人，却因为没有真实的菩提心而叫断了传承啊。所以三昧界太伟大，是把菩提心当作生命，你一破菩提心，退转菩提心，叫下无间地狱。各位要不要受三昧业界？说得好哦，要坐两车要来哦，海军陆战队哦，要顶到死哦，所以你要有这种的想法，你如果不怕你才有办法，你如果保护自己就没办法。所以若以财色，这是先要做，再来若以法色，但是所以我有时候我跟一些法师说，如果你没有菩提心啊，先不要说法，因为你说法人家认为说这个就是菩提心，安尼都好啊，阮师父嘛咧想起，阮师父嘛就爱钱，代志就该我啦，然后这样以后我们就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啊。第三，依于不退菩萨之身，那各位你今日真正要行菩萨道，皈依三宝，那一定要去找出那个已经不退菩提心的修行者啊，特别是出家人，依于不退菩萨之身。所以当然我经常很喜欢一直跑全世界，一定有很多发菩提心的人乃至修行者，然后我们要去求他，去接近他，有些是在家，有些是出家，特别很多大菩萨视线不是佛教徒，他不是佛教徒啊，因为我讲教内反而互相啊，比较来比较去，反而菩提心被压掉了。菩提心有时候是在孤独的状态展现出来的，因为没有人会跟你比啊，那你就默默的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各位要去用生命去医治，但是福报无够，无法度亲近神地性，才记得这句话。所以各位要每天忏悔，广修功德，祈求三宝加持啊，让我们呢能够医治到这些已发菩提心不退转的身邪。但是各位，你千万不要随便去拜那种，虽然理论讲得很好，现在很多并不是修阿罗汉是错的，各有各的根器，但是既然你愿意修菩萨道，你不要去亲近恶乘之人，不要亲近，可以供养不要亲近，因为对修大乘的人来讲，恶乘者是个邪见者，不正见的，因为他会让我们消失菩提心，哎呀，你自己就没有解脱，没有初禅二禅啊，你去修那个啊，这个他会跟你讲这个，他们的理论更有次第，会迷上你，会迷上你。所以各位今天要买了解，所以宝积经特别讲，连恶乘人你都不跟他同一部车子坐，如果你跟他同一部车子坐啊，你会被他影响，而且人家会认为你肯定他，那他别人也会去依止他，虽然他很精进，就算他已经证了阿罗汉，证了阿罗汉我们是随喜赞叹，但是我们还是依止菩提心比较重要，因为解脱是自私的啊，不入流的，唯有为奴母众生发起大悲菩提心，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，所以要这样去皈依。第三，求声闻得，心不住中，那为国共等啊，虽然我们不依止声闻声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真实的出离心，你怎么去追求大悲心呢？各位
生命很艰苦，这世间一切都没通接到，一切都无常无我，这个世间没有一秒是快乐的。那你要有这种声闻德，这种出离心，放下不执着。但是呢，心里是一直菩提心，但是你不要把解脱放在你心里啊！啊，我会改脱生死，我会改脱生死。所以有时候我听人家，甚至出家人讲大乘佛教，但是我整个看下来，他是在讲个人解脱啊，如何自己得到什么样的感应，死的时候有什么感应，那时候他就忘了众生苦。你死什么感应不重要了。你死的时候很多众生能够因为你的死而超度比较重要啊！啊，你死有什么大神通也没有用，除非你的整个的视线是为了普度众生，而且让众生学你发菩提心，那可以。所以各位两个细一尊嘛，你嘛是在搬戏。但是虽然我们不接近二圣人，他自己要有声闻修行的德行，要有出离心，要有空性，要能够持戒，要能够修苦行，但是不执着这个，我们还是要发菩提心，重不重要？哎呦，佛经有要紧吗？各位跟他听这就值回票价啊！但是事实上，每一本佛经，你只要很认真的去思维它，去实践，那维国共等啊，海涛法师敢公开讲这个。请各位用放大镜看海涛法师有没有这样在做？没有，你用东哥该讲讲的呢。九头个坑，你讨个派去，这样是解救我，因为我不喜欢违背真理，但是也唯有这样做，我可以真实去帮到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，乃至对我有一点点信心的，因为我经常要去回向，很多人要我帮他回向。要我帮他加持，我自己很惭愧，但是我唯一的是强迫自己一定要守护这个菩提心，不然那个念珠港吹起来算拢登记啊！啊，人破别人三分点念，喂，你叫大听啊！因为你帮不了对方，还会害对方呢，而且对方对你有信心，还供养你一个红包，哇，你其实等下红包也疼死啊！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不够那个圆满的时候，真的会怕怕的。但是只能要求自己，但是要求就是要求，天天不断的要求就是一种精进，就会接近。虽然我们可能发不起真正的菩提心，但是佛经写得很好，没问题。第九，我们把它念一下来。复次长者，在家菩萨见如来仪，修于念佛，是名皈依佛。闻于法仪，修于念法，是名皈依法。见于如来，声闻声意，而不忘是菩提之心，是名皈依身。那佛陀又跟这个一觉长者讲了更清楚啊，最简单的方法，在家菩萨看到佛像，那赶快念佛，修于念佛，就是念菩提心，念如何利益众生。念如何让所有众生都成佛，修一念佛。那佛怎么成佛的？那就是听闻佛法。所以闻一法语，修一念法。所以各位读完心经，读完大悲咒，听闻佛法，那你要觉得随时在提醒你发菩提心啊，随时提醒我们如何度众生。众生有百千万亿众生，所以我要学百千万亿菩提心法。但是所有法都是方便，万法都是空性，菩提心非菩提心，名为菩提心。菩提心也是因为让众生离苦成佛的方法，你不要执着这个是菩提心，那个不是，这个才是佛法，那个不是。用菩提心可以学所有的声闻人天秤，只是因为你为去摄化众生，你要有人天秤的方法，你要有解脱的方法。但对你来讲，你是意念的菩提心。你别再讲我发菩提心，过去今日暗时免食饭，好唔好？避免的免食饭。我当下即马佫叫我免食饭，啊，饭嘛是爱食，但是希望大家食都是菩提心饭啊，好唔好啊？你还是要世俗法，还是要做，但是是依于菩提心。所以我们听闻了菩提心的教法，所有的经典都是菩提心的教法啊。那你要用生命去实践。啊，思维实践是名皈依法，念就是保持现在的思想行为。
见于如来声闻声意，接下来看到佛菩萨，看到出家人，那就提醒我们，就像看到佛塔，念一下不忘菩提心。所以各位，你在厝的爱带一张相片，还是放一支经幡，古在你，那你爱个看到迄个，你吹迄个，那吹，就叫做菩提心，了解吗？所以回去以后，你喜欢的念珠，像我的念珠就是我的菩提心，我的念书就是我的上师啊。所以我永远要意念了，我一拿到念珠，就记得我是在念菩提心，我是在行菩萨道。你要记好掉，你要这样去授权，我这个念珠就代表莲花生大师，对我来讲，100%的莲花生大师在我手上。所以，那我要抓着莲花生大师，抓着菩提心，啊，抓着所有佛陀的教法，你要抓得很紧。那你要这里很标致砥砺，行菩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老和尚、上师，随便你看到他就想到菩提心，看他转经轮就想到菩提心，然后每一个佛像都代表菩提心，那你要去意念他，然后那这尊佛在说什么？那你要认真的依教奉行啊。所以看到三宝的形象而不忘失菩提心，这杆铁器是名皈依僧。好，最后一句话，父子长者若菩萨愿常与佛聚而行于斯，是名皈依佛；守护正法而行于斯，是名皈依法；以此布施回向无上道，是名皈依僧。大宝积经义学长者会，那希望各位可以把这部经我们都有印过了，哦，可以找到从头看到尾啊，甚至怎么样的修行。那复次长者若菩萨，各位信不信菩萨？讲我是菩萨，讲骗嘛，别讲菩萨啊。骗故的行了，事实上我们都心很虚了。就像你问我海涛法师，你有没有发菩提心？没有啊，因为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坏事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很好的人，但是我勉强自己了啊，一直朝这个方向。但是我讲一个勉强固埋，赶快，对不对？洗盘固埋变金呢啊，至少自己要有。虽然我们的理想是这么高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很谦卑啊，做事要维系像沙子一样的，每一个石头啊，弄个看菩提心，菩提心弄唔通随便。所以后摆我希望各位咧念佛，卖念修紧，念修紧咧变速度的吼，无效。菩提心，菩提心，菩提心，安尼啦，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像我都是这样，我想到牛，我就为牛念一遍。所有牛离苦得乐，所有牛离苦得乐，阿弥陀佛，所有牛得到宝记，我很喜欢这样念。那第二串我又想到羊，那我又开始念。别人刚好跟我讲堕胎的问题，那我就要为这个堕胎念很久啊，堕胎胎儿无量无边啊，啊，那我有一个悲心，那希望佛加持他，希望堕胎胎儿也可以成佛菩提心，这样我是认为比较容易，才不会念了佛法以后失去对别人的关怀啊，跟众生的敏感度，这点紧要紧。所以菩萨愿常与佛聚，所以我们要跟佛在一起。请问佛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啊？佛在你心里，佛遍一切处，佛叫法身常住。法身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佛，因为佛是空性，万法都有空性，所以万法都有佛在，佛隐藏在任何地方。所以那菩萨经常跟佛在一起，而学佛布施，而行以布施，以佛的形象，以佛的心去布施，因为佛就是奉献给众生的，帮助众生的，所以名为归佛。释迦牟尼佛怎么布施的，我们要学。我们现在做位搞观想好不好？所以我希望各位都把佛陀过去舍身的故事，本身经里面，那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念一下第一人称啊。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你名字，念佛者当下做佛啊。阿弥陀佛就是你名字，阿弥陀佛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所以要学佛，这样行以布施
去帮助众生，是名皈依佛，守护正法而行于施。那我们看了这么多佛经，然后我们要按照佛经去守护啊，守护三宝，守护众生，所以不离开菩提心。所以呢，护持正法，持戒也是守护正法，所以我们要去实践啊，只要佛法，那我们就要去守护它，去维护它，而行以布施。所以听到佛塔好，听到佛经好啊，听到念佛好，听到推广假财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推广越来越大。来，世界都吃素，哎，做好吃的素食给人吃，但是各位呢，要愿意去付出了啊。既然假财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如何让对方肯吃素啊？我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呢、啊、金钱呢、啊，自己买机票，自己买菜过来，好不好？自己买菜，那来租给人家，啊，只要假财人台湾真正是素食第一名，老实讲，真的煮得很好，所以而且老香港的味道比台湾有时候还不错，但是香港那个脸哦，卡不好看，台湾的老板娘多可爱啊，啊，台湾这些跟我们煮菜工多可爱，香港啊。还摆堆摆叫顾呢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是没办法了啊，香港人太多了，跨顾了身呐、啊。那台湾是你来搞到家就亲切，就亲切的啊。希望这个亲切会记会记，不是要去吃好料，是要去看老板娘啊。所以有一次我去吃我们台中讲堂旁边一个火车，我去两遍，去到第三遍，这边去拢想要去啊，那个老板娘也不错，那个一开始那经理也不错。后来湛信法师跟我去，哦，湛信，偷问一下，那个经理啊，那个经理，我看他人不错呢。如果开素食店，我找他来。啊，师傅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？过去你爸爸，啊，今嘛做杂货，你别寿司了，完了哟，经理哦，我完了。所以我对他有印象。那我说老板娘呢，对我也不错。师傅一定要讲吗？要啊，你太太啊。我不乖乖来，我怕我老爸我太太开店倒去了。所以我一直鼓励他们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有一点难过啊，虽然做的很精致，那个火车自助的呢，对不对？我怕他倒去了。我去楼上楼下看，哎呦，醋水十几万，然后啊，没几个在吃，这样。所以昨天前天有人找我，我还硬拉他们去吃，去熬宴这样。所以好吃好吃，原来都是有缘的哦，啊，所以各位别问啊，大家都有缘啊，都是你的，你最应该关心的人。当然我不会跟他们说啊，我只能说既然是我的老爸，过去的恩人，那应该该安怎做，而且过去学佛用菩提心去做受心啊，没了钱啊，过去修行这样就好啊，那所以要努力吧。所以第三，以此布施回向无上道，我们做佛在做的事情，而且推广真理给对方啊。所以各位要布施佛法，告诉别人怎么吃素，叫守护正法，行以布施，告诉别人怎么慈悲啊。然后呢，所做功德都不为自己，回向法界众生都成佛，是名皈依僧。好，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暖英医师。现在国内疫情已经没那么紧张了，但是大家不要看轻，
若是有对海外回来，就要先通报。入境的民众若是有以下情形，就要去住防疫旅馆。第一。